嘉油好市集，伫政治关键地区老在来开市，市集结合了超过70个单位和街头艺人的表演，真侪民众一透早就来洗市集，买起是强强棍。哦，110啦，来卖你啦，麦克风啦，哎，你大家爽快就好啦。那麦台、蓟麦青都可以吃，哦，都可以吃。来，七张几箱？七张两箱？嘉油好市集啊！啊，每一个月最后一个拜六，啊，就会在县政府的广场前面，啊，跟大家碰面。那这个市集啊，我们集合的农夫市集，还有啊，这个二手家具，还有文创，还有我们的伴手礼。啊，所以以后啊，如果这个市场呐稳定固定，啊，大家感觉这个感觉袂歹，我们会再扩大这些市场的摊位。那目前大概在80摊左右，啊，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希望可以到150到200，我们希望把嘉义县。啊，所有的这些啊，不管是产自促销的产品，或者是文创，都可以在这边展示出来，让大家一次看得过，而且可以买回家。那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了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，大家就来逛嘉油好市集，这是您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六必须要安排的活动行程。欢迎王章良强调，现场适当有农民自产自销冬季的新鲜蔬果。优良伴手礼、文创商品、二手商品提供民众来采买，希望会当把家的优良产品拢推广出去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